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上古时期，万国林立，一个兴灭的不祥之象伴随被称为晋的可怖灾难，肆虐之处，生灵瞬间进化乌有，九州各国束手无策，共主一齐地遂于龙庭施行盛大祈礼，兴建大晋。未料祭礼失败，南北斗星神骤然消逝于天际，众星纷乱，一齐地失德传言纷扰而起。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吗？